少主怎么来了？是啊，还有刚才那阵风，好奇怪啊！嗯，哎，你看，不好，出事了，快去报告组长，走。 圣果，竟然在你眼皮底下被盗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组长，是我看守不严，请组长责罚。看守不严？我看你是监守自盗吧。木星辰的幻形石一直在你手里，我看就是你偷的圣果。来人，给我拿上！组长，圣果是我偷的，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，组长。 这件事是我一个人干的，跟愿意没有一点关系。我擅离职守，我坚守自盗，我罪加一等，请组长责罚。组长，我看应该不是他们干的，这不明显的吗？他们是在互相担责任，把责任往自己的身上揽吗？有人看到少主去了神树那儿，要不等少主回来，我们再问问。组长，是我看守不严，请组长责罚。好你个石虎！ 组长又没罚你，你怎么也来跪着？这件事是大家一起做的，那就大家一起承担。月影，你还是走吧。我现在是戴罪之身，被人看见会连累你的。 就是要陪你一起罚跪，让你受委屈了。